雪地里长韭菜，你说少不少见？东北的山，东北的河，东北的铁锅炖大鹅，东北的小鸡炖野蘑。哎，这俩咋还长出这么多韭菜来呢？大鹅和小鸡都炖不上了，咱今天来点韭菜吧。看时间落雪三千，和风绵绵成思念，明月千里婵娟，人未别。这雪地里长韭菜，你说少不少见？哎呀妈呀，这太假了，一看就人工种植的。别说实话，快走进屋里，一会儿韭菜都冻了。费这么大劲整这些韭菜，打算怎么吃啊？东北传统韭菜盒子，就这雪天吃这个老鲜灵了。就这么屁大功夫，这韭菜你看看叶子有点冻了，这天也太快了，这晚上。哎呀，这韭菜叶子都开始上冻了。不影响吃。这韭菜盒子那必须有鸡蛋呢，鸡蛋给它搅散。一做饭你就到这儿炒，学会了吗？起锅烧油，鸡蛋先给它煎成鸡蛋碎，先把面和了，一半烫面，一半冷水和面。哎，给它油油，醒一会儿。开始做馅儿，切韭菜。韭菜盒子最简单是吗？这韭菜、鸡蛋，再来把海米，来勺十三香，咱们炸好的料油来一点。这一半火，瞅瞅一盆馅子就出来了，哎，贼鲜灵！看看这颜色漂亮吧，馅儿就和好了，开始做面儿。这玩意儿没什么难度，就跟包饺子是一样的。14个，外面早餐店2块钱一个，14个28块钱。这个可比包饺子省事多了，那家大呀，出息呀。这个就属于是大的蒸饺了，或者是大的馅饼。只不过它是用油煎一下。还是煎的好吃。包法与饺子相同，就是一样的玩意。看看啊，给它再摁摁。Thank you.
点了，找找他去。严豆包，明明，明明，回来啦！就这么冷的天，还得出去那么长时间，也不知道干啥去了，上哪儿野去？天天的，严豆包，明明。